歌坛新星方俊祥，迷人的台语歌曲，即马上请人调进来现场。说落来，得到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江惠仪，展现伊的演唱实力，和现场是充满闹热的气氛。罗桂香开头一年一度的音乐会，虽然受到风台影响来延期，但是同款吸引不少民众热情参与。老中青三代知名歌手，也纷纷献上一连串美妙的歌声，和现场每一位民众拢相当的享受。每年都来这边听音乐会，这边空气好，很舒服，所以我每年都会来。天气好，路况好。真的很好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我要问你，我们到什么时候。节目是越来越精彩，宝岛歌后纪录侠军中情人方季韦，也让来到溪头远古建兴的民众忍不住心内的激动，就像回到过去一样。这边天气比较凉爽，跟彰化比起来，彰化比较炎热，所以我们来这边算是爬山顺便避暑这样子。这边天气很凉爽啊，还有音乐可以听，很棒。以往来到这个时阵就会开始落雨，但是今年的天气同样是相当的好，而且在现场除了有美妙的歌声、清幽的空气，还有一阵一阵香气的香味。草地哈铺这个木屑，看起来很清新，又踏起来哈。软绵绵的，很舒服啊！哦，真的很棒。我们就用最自然的木屑来铺啊，免得大家泥泞。那木屑因为它会，除了你可以闻到木屑的香味以外，有分多精。另外呢，更重要，它会腐烂，分解变成养分，回归到这个土壤里头。充满松纳清幽的空气，加上优美的音乐，小民众享受到一场上轻松自在的音乐会，也带给大家一个上难忘的暑假。记者朱主长报道。